的漫游要属于你的城市，关于你的片段全都描写成诗，你的声音也拼凑成故事，我不愿再提起你和你的名字，是可安静街道没有犹豫孤寂，记忆都被封存认真，慢慢遗忘掉思念憧憬，把预知把对镜头窃喜告知，去看梦里虚幻的影子，也让它画出你的样子，那关于你的曾经不想再去解释，行业无耻我不愿穷追不舍，原谅我重复一次你的名字，那关于你的过去就该原地下雪，好也无耻我不愿穷追不舍，原谅我最后一次你的名字，时刻而至街道没有犹豫固执，记忆都被封存认知，慢慢遗忘着思念憧憬，无法预知把剧情分前线搁置，去看梦里虚幻的影子，也让它画出你的样子，那关于你的曾经不想再去解释，好也无耻我不愿穷追不舍，原谅我重复一次你的名字，那关于你的过去就该原地消失，好也无耻我不愿穷追不舍，原谅我最后一次你的名字，那关于你的消息不该再被提起，好也无耻我不愿穷追不舍，别再让回忆早死，到此为止，有关于故事结局不必追问开始，那些就是不过是动人巨石，不如就空出位置，空出名字，我不是对口型哦，你可以在直播间聊多聊一会儿看看，谢谢，那没有，谢过了。刚本来想谢春风吹的办卡，但发现好像谢过了。咦，胖酱？挑灯看遍长街的繁华，白胡子老者临摹。难道是？被发现了今天的特别造型，这个美瞳，这个美瞳是那种就是 cosplay 专用的美瞳，它实际上现实里面看这个美瞳是很恐怖的，就是一般来说我们平常比如说我直播有的时候不戴眼镜的时候戴的美瞳，就是它那种美瞳现实里看就刚刚好，就是它旁边一圈还是可以融合你瞳孔的颜色的，像这个美瞳它现实里看很吓人的，就是那种就是它旁边这圈粉色是完全覆盖掉你眼睛的黑色的，只有中间这一圈黑色的部分是把你的就是瞳孔露出来，为了让你能看得到外面的东西，这种美瞳只能直播或者拍 cosplay 拍照片出片用，现实里看很吓人。但是如果直播的话戴那种比较自然一点的话，直播又看不出来，那本身这种二次元的人物就比较那什么嘛，就是需要夸张一点。谢谢胖酱送的520告白卡，我洗头了，我这个刘海是假的，所以有一点看起来不那么清爽，
假发，但是我买的是粉紫色的，因为小五他在那个动画片里面的那个颜色整体上我觉得就是偏紫色吧，所以我买的是那种偏粉紫色的，不是单纯的那种粉。我本来想兔子耳朵不应该是红的吗？我本来想买个红的，然后发现这红的看起来好吓人，就放弃了。轻笑纳沧桑几落发